你听说过冰上也有高速公路吗？在加拿大北部就有一条约450公里的冰上高速，高速路面就是糊上厚厚的冰层。那么你知道在上面行驶又有多危险吗？首先速度不能太快，否则会形成压力波，导致冰层破碎坠进冰湖。更不能开太慢，因为冰层负荷不了整车的重量，你一样会坠进冰湖。在这上面开车一定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和相当熟练的维修技巧，因为一旦遇到问题必须要迅速解决。麦克和他弟弟科迪就是一个相当有实力的组合，但弟弟在战场上受伤，得了失语症，平时不爱说话，因此老是被公司里的人欺负。这次正好被麦克撞个正着。He's my brother, Johansson. And I told you never to call him that. We died.但因为这件事，两人双双被开除。看着别人开车赚钱，戈迪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台属于他们的车，但一台车要20万，他们根本拿不出来。然而赚钱的机会很快来了，北部钻石矿场发生爆炸，急需冰路司机运送救援机械。两人凭着过硬的实力和高超的技术，很快征服了运输老板老黑。但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简单。首先，矿难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天灾，而是高管为了业绩收买矿工，私自关闭了传感器。出事后，工人通过敲击管道告知他们还有26人活着。为了灭口掩盖事实，高管又勾结了保险业务员前往阻止救援机械送达。其次，单个货物重量就超过了30吨，再加上现在正是4月融冰季节，危险系数相当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派出了3辆货柜车同行，每辆车都装着相同的机械，就算是只到一辆也能确保顺利完成救援。另外的两辆分别由老黑和小丹驾驶，保险业务员范尼随行。接着几人都在车上放了一个小人，这可不是为了装饰，而是用来检测冰面压力波的。很快他们进入冰面路段，由于白天气温偏高，冰面上融化了不少冰水，路面变得异常湿滑，但三辆车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匀速行驶着。然而不久后，老黑的车水温突然升高，很快就趴窝了。戈迪赶紧去维修，老黑挂上牵引绳准备把车拖着走，但由于太过专注，没注意到脚下已经套进了钢缆里。就在这时，冰层承受不了重量，后轮慢慢陷进了冰湖，车辆拉着缆绳把老黑死死套住。老黑试了几下，但凭人力根本别想解开。随后整个车身开始坠入湖中，老黑的腿直接被拉断，随着前面的两辆车一起被慢慢拉向冰窟。这样下去，不但老黑要没命，连带着前面两辆车全都要交代在这里。小丹见状，使劲踩着油门想要阻止车子后退，但冰面太滑，轮子只是空转。老黑让小丹割断绳索。几人来不及悲伤，因为危险才刚刚开始。两辆大货车停在冰湖上，脚下的冰层正在迅速裂开，几人来不及解开牵引绳，只能赶紧启动车辆向前逃跑。冰层裂缝一直向前蔓延，速度竟然比他们还要快。麦克也不管会不会引起压力波了，只能强踩油门。然而一抬眼，前方冰面像波浪一样起起伏伏，小人更是疯狂抖动，不是压力波还能是什么？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前方突然出现淤泥层，也就是融化的碎冰碴，车辆一开到上面就马上发生了甩尾，两车首尾相连，像蛇一样在冰上滑行。两人拼命控制，但都无济于事，很快就发生了侧翻。冰层裂缝紧随而至，眼看就要完蛋了，可裂纹到了眼前却正好停止了，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。而这时范尼却开始作妖了，他告诉麦克自己看见小丹对老黑的车动了手脚，他很可能也想干掉你们，独吞运费。麦克质问小丹，小丹辩驳道他根本不是为了钱，因为他哥哥就被困在矿下，但没得到证实之前麦克根本不相信。小丹没时间跟他们在这里扯，直接掏出了手枪。戈迪从后边一把夺过了手枪，把小丹绑了起来，随后两人用牵引绞盘扶正了卡车。就在两人进入集装箱查看货物的时候，范尼趁机把两人锁在了里面，几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范尼搞的鬼。范尼点燃一捆炸药放在了麦克的车下，然后一拳打晕小丹，带着他去伪造下一个意外。车里的麦克两人用钢管使劲撞掉车里的空调，然后爬出去把炸药丢向远处。已经走远的范尼看到爆炸的火光甚是满意，麦克则非常愤怒，是要找到范尼算账。It's not about money now. It's personal. 范尼很快跟高管碰了面，高管让他把车开到高处，伪造成车辆失控的现场，一切就结束了。很快范尼把车开上了半坡，刚把小丹弄醒，小丹抓住机会一灭火器就把范尼打出了车外，然后两下砸断手上的捆绑，启动车辆快速逃离现场。范尼不罢休，抓住货车愣是咬牙拔掉了油管，
然后开着车一直跟在后边。很快小丹的油箱就见底了，他只能掏出手枪跟范尼僵持着。面对有枪的小丹，范尼也不主动出击，因为他知道再有两个小时矿井下的人就会耗尽氧气。但这时一阵鸣笛声传来，正是麦克两人驾驶的车。麦克直接一脚油门把范尼连人带车撞下了悬崖，随后跟小丹道了歉。而范尼并没有领盒饭，只见他从车里拿出一箱炸药，骑车来到了山坡顶上，向下看了看，确定了方向，然后在雪里挖了个坑，埋下了炸药。只听一声巨响，数十万吨积雪夹杂着无数巨石和树枝狂涌而下。正在加油的麦克几人看到雪崩来袭，招呼众人猛踩油门就向前逃离。然而跟在后面的小丹却遭了殃，车子直接被巨大的冲击力冲到了悬崖边，小丹更是被大雪带来的树枝刺穿了胸口，但好在没有伤及要害。麦克两人赶紧过来营救，趁树枝不注意一下拔了出来，随后把拖挂也转移到了麦克的车上。但没走多久，柯迪就发现范尼开着小丹的车头出现在了后面。麦克凭借高超的技术左右漂移，防止范尼超上来，但很快这一招就不灵了，因为前面就是宽阔的冰上高速公路，范尼直接对着拖挂就撞，撞的货车左右滑动，没办法，路面太宽，想躲也躲不了，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。麦克让柯迪开车，自己翻到了外面，趁着范尼撞过来直接爬上了他的车，随后两人你一拳我一拳开始了缠斗。麦克很快占据驾驶位，把范尼推了出去，随后一脚油门直接踩到底。范尼突然从另外一侧进来，麦克见此时压力波已经形成，便迅速跳下了车。范尼想要逃跑，但已经来不及。另一边，柯迪开着车来到最后一座吊桥，单桥的最大负荷只有34吨，显然有点勉强。小丹很有经验，自告奋勇来驾驶，但行驶到吊桥上坡处时，车轮就开始打滑。柯迪急忙放下防滑垫，车子一点一点前进，但长时间的停留让钢缆承受力超过了极限，已经开始发生断裂。就在桥即将坍塌的最后时刻，车辆安全通过，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。此时货车开始向后滑动，为了阻止车辆掉下悬崖，柯迪急忙关上铁门，但关键时刻却怎么也锁不上，车子离他越来越近，最终在他锁上门的那一刻狠狠压在了他身上。等到车子挪开，柯迪已经没救了。麦克赶来看到弟弟的模样，这个几十岁的老男人流下了痛苦的眼泪。矿场那边，领导过来视察救援，高管假惺惺的应付领导，说运送救援机械的车已经失联十几个小时了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但就在这时，麦克的车开到了矿场，工人赶紧拉响警报引导卡车进场。高管这边看到车辆到达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很快救援机械到位，救援顺利展开，不久后一个个工人被救了出来，一个都没有死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。小丹也跟哥哥紧紧的拥抱在一起。出来的工人跟视察的领导揭发了高管的所作所为。You're disgusting. 麦克更是一拳将他打翻在地。这时一个工作人员突然拿给麦克一样东西，说是从他弟弟尸体上找到的。他打开一看，正是被自己撕掉后又被弟弟粘起来的货柜车宣传单。为了完成弟弟的遗愿，麦克买下了一辆宣传册上的货柜车。至此电影结束，我是蜜瓜，下期更精彩。